清晨里的露珠，等待着阳光。我不怕承受那迟来的这份错，当悲欢靠近的时候，我不再有愁。清醒或醉，不在乎你是谁。悲欢岁月，缘起缘灭。今生我俩梦已尽，只待来生，只待来生。小翠，先走吧，我留在这里等火爷。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要在这里等火爷。江火爷，真够狠啊！钻石是提都不提，竟敢耍我，我让你知道耍我的后果。什么时候可以拆卸？五天以后就可以拆卸了。谢谢。老爷呢？我认识你这么久了，啊，今天呢你是最安静的。大妈，扶我起来。去哪里啊？回去。哎，拜托哎，哎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好不好啊？你好好的躺着，啊，还没有拆线这几天呢，你还是留在韩翠这里，嗯，我不要，为什么？我就是不要。哎，你搞清楚哎，要是韩翠肯让我在这里躺十年了，我都愿意啊。不愿意。对啊。你难道没有发现韩翠已经跟15年前不一样，她变了吗？哎呦，没有啦。我看韩翠她还是对你这么关心，还是这么爱你，她一点都没有变呢、啊。不要想那么多了。我真是不懂你，今天爱这个女人，明天抱那个女人，你怎么对女人的心理一点都不懂呢？笑话，我不懂你懂啊，你懂个屁呀、啊！我要你在这里住几天，是另外有目的。什么目的？你是不是也在怀疑这次小翠被绑架也跟马柱有关？嗯，难道不是啊？我刚才在劝他，叫他在这里住几天，可是他这……对不起，刚才你们谈话我都听到了。哦，火爷，
我是诚心诚意留你下来。如果你要走，我也不反对。不过，等你拆完线以后再离开。哎，韩翠，火爷呢？他是自己不好意思说，我来帮他说好了，就这样决定了啊，没问题了。哎，我走了。刚才医生交代，要先吃消炎药。伤口还痛不痛？妈，小翠，小翠，你怎么了？江音是因为救你而受伤的。救我？拜托，我又不是被绑架。你失踪了，然后打个电话回来，电话讲到一半又换别人讲，他说要江先生出面才肯放你回来，这不是绑架是什么？妈，天底下没有这种绑架，人家对我不错。哎，对你不错？嗯，他们又招待我吃的喝的，最先啊，他们拜托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不但没打，我还揍了他们一顿。哎，你还打他们？当然了，他们请我吃的冰淇淋啊、蛋糕啊，都是小女生吃的，大小姐我啊，才不看眼里呢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，我就全部回敬给他们，还有一个倒霉鬼啊，被我踹了一脚。没想到你还这么凶。妈，你女儿啊是潜力无穷，处变不惊，应付这种事情啊是足足有余的。你别得意了，后来你是怎么打电话给妈的？后来他们就没辙了，结果啊就出来一个人。出来一个人？嗯，这个人啊跟前面四个人都不一样，是一个蛮体面的中年人，讲话也蛮客气的，长得也不讨厌啊，就是他那个头发喜欢梳得油油亮亮的，就好像，对了，就好像电影《教父》里面的那个马龙白兰度。我们在替你紧张，你却跟那个马龙白兰度在聊天。对呀，他把他们赶走之后啊，他就告诉我，他找我去啊，只是要我帮他打一通电话，找一个很老的朋友。找个老朋友？嗯。妈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你能不能把那个人的样子形容清楚一点给妈听？嗯，那个人大概40岁左右，长得蛮帅的哦，脸瘦瘦的，长长的，穿衣服也蛮考究的，讲话也蛮亲切的。不过他刚出来的时候好凶哦，瞪着我看，怪吓人的。不过我也不怕他，我也瞪回去。没想到他看到我那么凶啊，他就慢慢的笑起来，跟我聊天，然后要我帮忙。妈，他是要我帮他的忙。哎，40岁的老朋友。会是他？不，他已经死了，不可能是。妈，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小翠，你这次能回来算是运气好，下次出门可要特别小心。知道了。妈，关于那个江先生，不管怎么说，江先生是因为救你而受伤的，他暂时住在家里休养。妈希望你不要误会。只要不要让我误会，
我是绝对不会误会的。妈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妈妈。如果那个江先生他，哎呀，我也不晓得怎么讲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们发生什么我不喜欢的事，你是知道我意思的。妈，刚刚没什么事啊，你不要紧张，我先去睡觉了，晚安。会是他？不可能，小翠说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人。可是谁又会是火焰的老朋友呢？小翠她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小孩子脾气拗了一点，没事。霍言，我倒是有件事情想问你。你说吧。这么多年来，你有没有很要好的老朋友？急着赶我走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问一下。在监狱里面待了十几年了，就算有些老朋友也都是从前的了。像孙笑他死了，马柱也死了，孙仁呢？那马柱的坟墓在哪里你知不知道？真不晓得。对了，你怎么忽然想到马柱呢？我在想，小翠这次的失踪不是偶然的事件，而是冲着你跟我来的。在想，小翠这次失踪不是偶然事件，而是冲着你跟我来的。应该不会吧？希望如此。你在山上好吗？很好啊。干脆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说的很好，并不是你想的那种好。那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说出来我也明白。干脆我们两个从十几年前私奔被抓回来那天开始，命运就已经被注定被动的操纵在别人手里，永远没有办法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愿去相爱。韩翠，这是命。没想到现在这么认命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出去了。为什么跟我同时爱上林寒翠？这两种关系我们只能选择一种，你难道会不知道吗？老大，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做呢？以后不许你们再碰林寒翠还有她的女儿，尤其是她的女儿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我们不需要知道，我们只要记住，
不许再碰他们就是了。请问刘顺先住几号房？哦，对不起，刘先生出去了，请问你要不要留话呢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小姐，912。顺人。宝林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宝林，我们到楼下坐一坐。印象中，你蛮喜欢喝这种甜甜的清酒。我18、9岁喜喝。你什么时候记住？昨天以前，我绝对没有想到，今天还能坐在这里跟你面对面的喝酒。我也是。宝林，爸跟孙爱死的时候，我曾经回来过，也找过你。我去了没过。哦，对了，约你在台北见面朋友呢。本来是昨天，我赶去找他们，他们就赶来找我。像捉迷藏一样。有一点，好在他们留了纸条，改在明天。是谁？不晓得。我不回来就算了，一回来，就好像掉进一团迷雾里。是。毕竟10多年，不是短时间。何况。又发生这么多事情。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。我失眠是为了不慎创伤，而你呢，是为了韩翠，对不对？你也是我失眠的一部分。真的，今天一直不想来找你，结果还是来了，真不知道为什么。很高兴你来看我。你是我回台湾这几天最勾起我乡愁的人。乡愁，好感伤的字眼。昨天你看到我，是不是还在恨我？不是恨，是一阵一阵很深很深的刺痛。十几年前我那样的伤害你，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很抱歉。是我自己不好，我那时候太无理取闹，又任性又不懂事。经过这么多年来，哭湿了多少枕头，才知道睡得比人更经不起糟蹋。你爸妈还好吗？真想去看看他们。我爸妈在几年前都已经过世了。宝林。没什么，过去的都随时间过去了。对不起，我是害你最惨的，我只是感情方面。不是你，是我自己。人生的悲剧，通常都是自己的个性造成的。就连那位写信来骂我的，你是说我印度上的张太太？嗯，我真不知道自己曾经如何伤害过她，不然，她为什么对我那么强烈的不满？宝莲。如果燕楼上那位神秘太太是我大嫂春眠呢？春眠？我大嫂被我大哥赶出去十几年了，你会对她怎么样呢？我不知道，会是她吗？只是猜测而已。如果是韩翠，她这样骂你，你会对她怎么样呢？韩翠，宝莲。如果张太太是韩翠，你希望我怎么做？
这我一时也答不上来。你还是一直爱韩青。感情的事情就像传染病一样，有人失恋一次就得到终身的免疫，而你对感情却永远都还是那么痴。你是不是也喜欢上那位神秘的张太太？怎么说呢，有些事是不用说就可以感觉出来的。道理我一直以为你是任性的大小姐，没有想到你对感情的事情还这么清晰。现在还奶奶的年纪，看环境让我任性。说你一下子让我变得心酸，这一下子却有十几年前后见到你，你成熟简直让我心疼。早晚都要成熟，不成熟就要枯萎，不是更悲哀吗？是人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神秘的张太不是韩翠，你还会不会这么关怀她？也许还来不及找到答案，我就已经回日本去了。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很多问号组成的。宝莲，你真的变得很多。宝莲，什么事？没有什么，喊你的名字感觉很不堪回首。很像喝了几瓶刚温热的清酒，往事对我排山倒海的冲来。今晚的烂醉一场，也是后半辈子值得记忆的事。张太太就是你，是不是？我终于揭开你的面纱了，我抓到你了，韩翠，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。
晚上我是不是对你？你知道我是韩翠。宝林，我太对不起你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我已经成熟的妇人，我知道我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。 我不会怨你的，我太对不起，我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伤害你，宝林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只当我是韩青，你并没有对我宝林怎么样，况且也是我心甘情愿的。 我对你道义上的责任呢，宝林？没有爱的道义责任，是一把利刃。我宁愿你杀了我，也不需要你对我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。况且，我们已经离了婚，你也不是我丈夫，何必负什么责任呢？ 宝林。 小翠，过来陪妈妈聊聊。哦。怎么这几天连个人影都不见呢？跟同学吵架，心情烦嘛。年轻人吵吵架有什么关系呢？寂寞的十八岁真不好玩。妈妈也有十八岁啊，怎么会没有这种感觉呢？ 哎呀，妈，你不知道，我在班上有个死党，他爱上人家，可是人家不爱他，都快把我烦死了。这种事情也值得你心烦吗？妈，我真的很在乎哎，我那个朋友现在好痛苦，动不动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这么说，他是失恋喽？也没那么严重啦，问题是。 他爱上了一个异乡人。你是说外国人呐？不是啦，妈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他最惊天动地的初恋，他已经决定非那个男的不嫁。还来得及阻止吗？来不及了。问题是，他的那个白马王子说。 他的年纪大的可以做他爸爸了，他的年纪有多大？也不大嘛，顶多跟妈差不多啊。哦，他年纪这么大了，哼，夸张的过分，太帅的半死。谈恋爱，怎么可以只看人家的外表呢？妈，你放心啊，我那个死党才没那么肤浅呢。 小翠啊，妈妈在想，你那个死党的父母亲
一定不会赞成他们来往的。早就猜到。小翠，妈妈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呀。妈妈在想，你那个死党跟你的关系一定非常非常的密切。你怎么知道？小翠，你能告诉妈妈，你那个死党的白马王子长得什么样子，叫什么名字吗？不知道，就算我知道，也不能告诉妈。妈妈并不是想知道他的秘密，妈妈只是想帮助他解决这段荒谬的感情纠纷。我很了解我那死党的个性，不爱则已，一爱啊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对对对，对感情的认真是对的。妈妈只是想见见你那个死党的白马王子。他现在那么久，他一定不会想见你的。小翠，妈妈一直学着想做一个开明的妈妈，可是，一切都挽回不了的。小翠，小翠，妈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嘛？我刚是跟你瞎掰的，快去睡觉了，晚安。是真的，小翠说的是真的。小翠今天早上有课啊？嗯，有啊，她去上课了。她的房门是不是你帮她锁的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帮她锁房门啊。奇怪了，她以前从来不锁房门的。啊，小翠她跟我说，她呀现在长大了，自己有自己的主张，以后啊没有她的允许，谁都不准进她房间。这样也好，我可以不必给他打扫房间了。啊，这是小翠吩咐我一定要交给你的。妈，我把房门锁上不是防你的哦，别误会了。锁门是宣告你的女儿在谈恋爱了，而且爱得好辛苦，所以希望妈给女儿一间属于18岁少女独有的浪漫空间，让女儿可以自由自在地发泄自己的眼泪和对爱情痴傻的想象空间，好吗？我会没事的，想找我聊聊，欢迎敲门，小翠。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小翠在接电话的时候，听到她喊什么男生的名字没有？啊，她喊的都是洋文啊，还有什么绰号的？哎呀，我落伍了，根本听不懂。阿珍，帮我倒一杯果汁。你要喝啊？给江先生，他昨晚发烧了。下了班就回来，你该不会趁我不在的时候就溜走吧？很难讲，你床太舒服了，我已经睡得全身都不对劲。我知道你是硬骨头，要睡硬板床。奇怪，真的能跟你轻松的聊两句，觉得全身心情都开了。你把生活的调子绷得太紧了。也许我已经过习惯那种绷紧的生活，
一旦放松了自己，感觉全身不对劲，反而有一种愧对生命的感觉。那就是岁月的压力啊。其实，有压力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好，反而最怕的就是那种没有压力，而又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。就像是我刚假释出狱的那段日子。不要再回头想了，我记得你曾经劝过我，生命要不断的往前看。有吗？有啊。自己都忘了。其实韩翠，你不应该这么了解我。我们不是从小就互相了解的吗？不是，我一直有点奇怪的感觉，往往越不了解我的人越容易跟我打成一片，可是越了解我的人越是相距无多，很容易招惹上苍的嫉妒，动不动就被命运给拆散。一切苦难都过去了，现在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挡在我们中间。我去拿杯果汁来给你。小翠，你怎么站在这儿？以后你们谈情说爱的时候最好把门关上。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像你所说的，所以才把门开着。不是，不是，为什么他要拉着你的手啊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妈，我不反对你交男朋友，我甚至于举双手赞成，但是有件事情我希望我们母女有同样的共识。我虽然出生见不到爸爸一面，但是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男人都无法取代的。没有得到我的认可，任何男人都不能成为我的爸爸。没有得到我的祝福，你跟任何男人的婚姻都不会幸福的。你有没有看到小翠？我在厨房做事，没注意啊。等一下她回来的时候，你就要打电话到办公室来给我。好，我去上班了。你这样瞪着我看，是不是在研究什么？你真不简单哎。看我一眼就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。我经过过你这个年纪啊。你妈上班去了？大概吧，也许啊。你来找我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说吧。你见过教过也看过很多人是不是？所以有很多事情的确可以很容易的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出来的。我是无法从你眼神中看出什么啦。不过说实在的，你长得不算丑，所以我无法想象你对我妈存的是什么心。你在性情上真的跟你妈蛮像的，但是出场年份不同啊，所以在思想观念和处理事情的态度上都不同。而且我很讨厌跟我妈比，我妈是我妈，我是我。你已经开始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有很多话必须要摊开来讲，你就直说吧。你对我妈好温柔，好温柔，再笨的人都看得出来，你连说话的语气都透着一股甜味儿。说还蛮有文艺味。我从来不否认我对你妈妈的爱，在你面前我更不需要瞒你。
你要搞清楚，我是我妈的女儿哎。女儿可以阻止妈妈谈恋爱吗？我并没有阻止，那是我妈跟我之间的默契。有默契最好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要怎么处理你跟我妈的未来？在你回答我之前，我也很诚恳地跟你表白，我不希望你当我的爸爸，而且是非常讨厌。那天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被绑架。小翠，我虽然不能百分之百说我能够感受得到你对我的排斥，这中间是含有多么复杂的因素在，可是我真的很高兴你今天能够坦诚不公地告诉我这些。你怎么想是一回事，但是我是千真万确的爱我妈，我妈根本就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不愿意跟你或是任何一个人分享我妈。你妈永远是你一个人，我不会去分享你跟你妈妈之间的亲情的。你说我幼稚也好，不懂事也好，不可理喻更好，但是我已经18岁了，18岁的女儿有权利对母亲独占的。火爷吗？挺帅的。哎，这不是刘医师跟宝林小姐吗？他们俩跟我妈什么关系啊？以前我好像听你妈说过，他是你三叔，他是你三婶儿。哦。喂，麻烦你帮我接下361刘顺仁先生。什么？他不在啊？麻烦你帮我留个话好了。我叫小翠，哦不，我叫林寒翠小姐。嗯，电话是771-1515。嗯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林寒翠小姐在吗？董事长还没有回来，请问你是？我是林寒翠的小叔，刘顺仁。他会不会马上回来啊？刘先生，会的，我们董事长会回来的。请您转告他，我马上过去跟他碰面。刘先生吗？是的。啊，请进，请进。董事长交代，马上就回来，你请坐一下。
谢谢你。阿珍，阿珍。江老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你们，韩翠，圣人。看遍世间圆缺。